男，等一下，男生到底喜欢女生穿什么？不穿。这个是罩罩。我们现在刚 check in 完，现在要去找林毅跟达彦。今天我们要去巴厘岛，看到了，哎呀，有一个小白痴。好啊，这个是林毅，安安你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保险套。那你的镜头夹啦。有这个广角好超多了，直接升级进化。你刚刚脸这么大，变这样了，当然好。对啊。那你只会买公交机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林毅的。哦，好累哦。啊靠！你刚不是在场吗？我是说，我开始度假模式之后，智商会非常非常的低落。好了，快要死了。他智商低落到一个很夸张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刚点那个松饼吗？”我说：“靠北啊，猪肉很好啊。”你们在旁边听我点餐。林毅要分享一下临行前心情吗？好累啊，困。超他妈超累。大家都说早睡，就一点多的时候还在线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带那个啊。哦，我要去搭飞机啦。安安，这两位是长荣的飛機組。我们是贫穷转机组，没钱。他们是半年前就买好机票，就现在比我们还要晚到。我是直飞组，不时不滑，两个礼拜前买。你现在怎么讲？好像华航比较高级、啊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砸下去了。那你们买多少钱？那五千九转机，5998，两千块。好，没有啦，我还要买另外一段，所以加起来在8000左右。8000，精打细算，一万六跟八千，还是我一半。我们是22000跟22200啦，砸下去了。真的他妈下午就到了。对啊，砸下去了。哎呀，会手裂啊！像我有时候也是手会裂，林毅不是也手裂？手会裂，手裂啊！我食指会裂，有时候冬天啊。初哥，初哎、欸，最神被讲错了。好啦，那就巴厘岛见啦，晚上见。因为巴厘岛当地的酒都比较贵，没有错啊。对，我们先买在台湾先买酒，代购就会比较便宜，喝起来。到啦。人超级多，出来啦。其他那个排的还蛮快的，我现在在巴厘岛机场刚出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叫车。那因为我们都没有预定司机，所以轿车就要临时拦计程车。然后我们刚刚换了一点现金，那这一趟去萨努尔饭店的车费，出来前机场这里会有价目表，他们有写得很清楚，说你去哪里要多少钱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叫他们的捷运接驳。啊，我们上来了，换算是400块台币，虽然它的牌价上写300，不过还好了，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而且巴厘岛车非常的塞。巴厘岛这边的路都很小，所以车子开不进来，你现在都要用走的。巴厘岛当地人啊，一年上面都是5天，每天都有要祭祀的活动，他们很重信仰，像家家户户的门口都会放一些神龛，你看，这就是他们家家户户每天都会必拜的东西。然后他们祭祀的方式就是会摆一些叶子，上面放很多的草啊、花草啊去烧香。Hello。你的屁屁好性感哦！他很像他的身体像腊肠，可是头不是。问哪里的啊？这边进去哦。这个路走越来越烂，还可以进哦。到啦，超漂亮的大门，这家双人房。有啊，是我们的房间，小小的，真的是小间可爱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价钱非常合理，一晚上才500块台币，这浴室好大。今天房间上还有微波炉，还有饮水器。我们有自己有一台，然后没有放外面公用。出发，换成中。我们换好钞啦，公家的汇率会比较差，大钞小钞汇率不一样。我们13750是给100块美金，我刚刚有拿50跟20换，就是13，好像550还是对，大家来了都要记得带大钞，要带大钞来换。换的时候要去找公家的换。那如果你是找一些旅行社啊，或者是那种杂货店附属的那种换钱，它的汇率比较好，可是你要小心它会偷钞票。这边讲一下怎么算哦，把后面的3个0去掉，之后剩下的数字乘2，比如说6000嘛，3个0去掉乘了12，所以它台币大概是12块，是一个最快速的在巴厘岛算钱的方法。比如说上面这个15000换算，15500，把后面三个数字去掉，15乘2就是30，大概30块台币，这样子算是最快的。完全不需要计算机。Messi， 等一下我们的计划就是去他们房门口等他们到，堵他，然后直接账单给他，付钱。接下来开箱林毅他们房间。
其实就是干干净净、大大的。哎，你这个房间好暗。对啊。你好亮一间。它这个是算，它那边户外。这边露天的。对啊，这都是有那就是其他是透光的，所以你的厕所都很热。对。看一下，我这边没有你们大。可我厕所大概是你这两天加起来。我厕所超大，可以三个人洗澡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晚上多少钱？一间一千多。其实一个人是500多、600，差不多。对啊，两个人睡这其实很不错，干干净净。欢迎来到寒舍。你这边是暖光，可你这边确实亮一点。舟车劳顿就到了。真的哎。淋浴间是超多的，但是然后到了那个。然后在那个第二天又吃了一次，然后现在又要去吃。这不就是猪吗？然后好像有点快来。被吓到脸青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那边一进去就一尊，墙上每个墙都有。知识，小知识。小知识。就是那个印尼其实是一个回教国家，只有巴厘岛这个地方是佛教，小圣佛教。对。走啊！到他们房间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吃饭。他们要吃个饭，等下2点要去爬火山。2点，拼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呢？这火山有什么特别的？我就觉得山顶风景很美。看日出，对，他是看日出的。为什么你这特别高啊？因为我是大的，我是 large 啊。真的很大，真的是蛮大的。这就跟身高一样啊。林毅，安安你好。安安思密达。请问你是第一次来巴厘岛吗？对，第一次。目前为止有第一次有没有给？不要吵，我还问问题。请问你第一次来的那个、有什么感想吗？有点累啊。第一次都会比较紧张啊，你要放松。对啊，你要放松。他刚刚说这边跟柬埔寨很像。其实刚下飞机感觉有点，可是比较热闹一点点啊。对啊，也相当的塞很多。那邓培，你是第二次来吗？那你的你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去年的这个时候。跟谁？所以他这次是来洗刷回忆的。我有要吐。那你带了几件衬衫？我没有带衬衫。为什么要带衬衫呢？因为大家说，带衬衫比较容易吸引女生。对，我这是肺腑之言，我真的觉得穿衬衫男生比较帅。你是不是西装控？好像有一点。等一下，男生到底喜欢女生穿什么？啊，不是。哦，我们的菜终于来了，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烤台，它里面有炭火，哎，这是酱。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真的很厉害，好开胃哦！巴厘岛的烤肉很厉害，印尼真的比菲律宾好太多。哎，今天的飞机餐真的不错。飞机餐看起来超难吃，结果还蛮好吃。就是它只是卖相差了。对。如果有看《厨神当道》的观众们，恰到好处。就像那个有一个中东人叫做苏巴，对他做的菜都长得非常丑，三个评审都说你的调味超屌。Suba is super duper good， 就是我很丑，但是我很好吃。很辣，这是辣的哦，你这个是辣的哦。这是一个辣味的海鲜汤，我已经忘记叫什么了。你比较下的很呛，只是一个胡椒味，香茅味，它那香茅味好重。这是鸡胸肉吗？鸡胸肉太淡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吃。这个好吃，可是鸡胸肉不要紧。大餐，饿翻的两个人。我没有饿翻。他没有饿翻，你是辣翻。好辣。Nope。